大家一个是在这个繁忙紧张的这个工作之余，在地铁车站能听到这种钢琴的声音，就是也算对大家这个心情有个舒缓，有个放松。另一方面，我们就想着守这个趣味性在，好多人他就愿意走台阶，而不去坐着电扶梯了，鼓励大家就是绿色出行，就是低碳出行。